出场。哟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哎呀，哎呀，你，哎，我要有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有女儿真好，还好这个录影还有人陪，要不然啊，这个太寂寞了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好快哦，这四年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他突然间会觉得说，跟大家之间的一个距离已经到了零距离了。对，爸爸以前越来越坐越近。对，一定要的。爸爸以前跟你讲说，这个行业有个很大的一个缺点，你如果要进这一行，要自己考虑哦。什么缺点？因为人都会变透明。哦，真的、啊、对、哦、突然间变成是一个透明人了，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隐瞒得了大家、哦、但是啊，人随成事变，这个非常重要、嗯、有没有看到我们从这个大选之后，我们大量穿着绿色的、嗯、你怎么这样子啊，这是刚好配好的，这是配好的，哎、欸、各位，这其实是蓝绿色、哦、蓝绿，这是蓝绿色、哦，要扶紧他身吧。然后爸爸也是这个言教以外，身教是最重要。大家有看到有没有？选前我通通告诉大家，选贤与能嘛，以巴那四个字比较重要嘛。是后面的。讲信修睦嘛。对。礼运大通篇，就是爸爸在大概30几年前写的一本书。你写的？你可以不要再骗人了吗？不是骗人，我好累啊。罚抄写，哎、哦，罚抄写的这个书，然后里面就教得很清楚，对，人跟人之间多一点相爱。为什么我一直比这个？爱与和平有没有？刚好在选举的时候，这次3号，害我一直有一段时间不敢，都是这样比的。哆啦 A 梦，爱与和平，希望大家呢。这个能够把这个经济面把它顾好是最重要，其他先过吧，豆家过不做，对不对？阿呆鸡就是阿内，我们就是要去接受它，热爱我们这个土地，热爱我们所有的那个好朋友、观众朋友，是我们唯一的衣食父母。对啊，但是要告的，我还是一样告你，好吗？啊，你可不可以等一下？我们一出来，人家一句话都没有问。是是是，没你的事，你可以先离开。他今天有领通告费啊！啊，还领通告费、啊？让他来，让他来。制作单位太糟糕了，制作费降低一张，你还花这种冤枉钱？可以了。还有什么事？赶快讲一讲。没事，快离去啊！还有什么事？恶灵散去。节目是这种，怎么讲？愿望，愿望，对呀，愿望，愿望就是哎。你有愿望吗？啊，节目4岁的愿望就是希望他可以好好长大，啊、不要就这样4岁、5岁、6岁继续下去。对，这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身体可以非常的健康。对啊，我觉得健康好重要。所以我现在只做4个产业嘛，在中国大陆就是大健康产业，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一个是美妆嘛，第三个是针织类，第四个是食品类。所以健康是摆在第一个，我赚好多钱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。没事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回馈。哦，哎，对不对？然后在台湾呢，这个还有一堆人会挑战我嘛，然后说，哎，你的吸尘器，你怎么可能做全世界最好的吸尘器？没有办法，我已经完成了。哎，其实让我想起来，全世界第一名的蓝牙喇叭。好，你说。对对对。没有，我只想到4年前。全世界最厉害的红梨果酱。我们小明大开班1周年的时候，大家有跟我就是也是同样的状况哦。三年前对对对对的状况。然后当时你也是这样子。我讲这个。然后我就一样在这边呼吁。以前大家不相信，现在你可以相信我，对不对？好，有正常父亲的请珍惜。好吧，很好啊，所以。希望大家是真的可以身体非常健康，然后这个每一个人心情啊可以打开 ，open your mind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好吧？爱你身边的人，然后有两种人，第一个爱你所爱，第二个你所爱的人，不是一样，这不是一样，是爱你爱的人，也爱爱你的人，爱的人，对，加油，是这个呢，其实已经4年了，是，然后呢就想换。不，话都还没来。您是有设下一些那个门槛吗？说能给你再去一次？是的。那看我们第一天。那5年嘛。门槛会是降低一点。5年后，五六年。我后来想想，他结婚也没经过我同意啊。为什么我结婚要经过他同意？我决定，我结婚经过阿咪老师同意就可以。我结婚是被你逼的，你还想说什么话？
造成的。是，对，对呀、啊，自己忍不住，啊、人味厉害哦，好第一名都好棒哦，有很烦，好，就是因为这个节目呢，感觉是越来越好，今天是四周年嘛，对不对？也知道感情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常吵架，有啦有啦，有啊，要演也要演得像，好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下一个环节，制作单位的特别准备，再一个蛋糕，好，好了，把蛋糕上来。应该找吉祥一点的人推荐。什么是你们？我什么是你们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这一集的来宾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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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对，希望台湾到处充满了欢乐，好不好？这个有欢乐的地方啊，我们人的心胸才会更宽阔，对不对？能够心想事成，有没有？我就是一个在台湾最棒的一个励志的一个故事，有没有看到？以前这个还是一样，差不多这个记者，因为记者换来换去，有些有很多他是看不下去，说他们这一台怎么会上，所以跳到另外一台，然后又不舒服，又跳来跳去。那个时候我在做 LED 的时候，给人家笑死了。哎呀，你是一个艺人，你那么可怜的嘛？各位，我现在啊，主要的产业就是在制造业。所以这个你们要加油，好不好？不是每天晚上在酒店里面喝酒就能够有成就了。不是。你看啊，你们两个看起来忠厚老实，有没有？而我是被误认为每天晚上在夜店里面混，在里面喝。他们这几个酒店咖，有没有一次就好？有没有一次跟我在夜店里面碰到面的？一次没有，还真没有，还真没有。你要 CD 来消费，你都没办法。我的酒买着，比如说好10万买着在那里，然后我就永远不会去，因为为什么？你知道？我去的时候通常都已经倒了。对了，前面有两位哦，两个是股东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说，哎，你怎么也开那个红酒店？10万，我就买了卡嘛。有没有在机场吧？不能讲，反正10万嘛。啊，另外一个，哎，你也开了一家，然后我10万又买了20万的酒，后来才知道两个是同一家。然后有一天在机场看说啊，经过啊，好像旁边过去一看，哎，怎么突然变成是一家银饰店？这个败了，倒就倒了，加油，好吧？千万不要浪费掉青春的岁月。好吗？他已经越来越急了，一定要多加油，因为这个人家说这个一定要非常的努力。我用这个来讲一下，大地常无尽，勤劳知有生，念哉思义后，努力是春耕。好吧，好厉害！春天一到，好好努力的去把它耕耘一下，到冬天的时候就有机会，好吧？那么都几岁了啊？后面还有快点，去后再吹他，你快点没有啦？后面有弟弟在等的啊！好，蛋糕，雪肌要最后一根笔，我们一二三五个拉，一二三。别以为只有太老能够抽中800万。好，恭喜！哦呦，兄弟，今年发大财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努力就肯定会有结果的，好不好？别惊人笑啦，没有失败哪有成功的，对不对？我的一位好朋友马云先生告诉我们，人生永远要对自己提出三问，我觉得很好，大家可以做参考。第一个，你有什么？问自己你有什么？第二个，你想要什么？第三一个，你想要放弃什么？这个重要，人生三件事，好不好？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来，麻烦大家推下去啊！
我们节奏加快，因为我今天要有那个阿布达比的空姐，她还要回去阿拉伯啊。国杰哥要送上我们的甜柿好吗？对对对，真的好。哇塞，我们送礼物都是大咖。对对对，要上车我们好事列。来，我们杰哥好。杰哥，谢谢哇，这是最好的。哎，这个柿子是我最爱的啊！谢谢。好，再欢迎我们的第二位来宾于少斌，送上的是致青春礼盒。欢迎我们的亲爱的健康周杰伦，亲爱的小那个小斌。谢谢。这个是茶叶的，好，加油啊！也祝福你赶快找到如意郎君的。对呀。卖多长的衣裳，卖鬼混的啦，没啦。还有就是说，爸爸妈妈逼得太紧的话，啊，接力马后。哎，对吼，好好学校。对，我对爸爸妈妈是要有交代。哎，不过恭喜爸爸，最高票当选，好厉害。我的炸改一个。我们今天男女相穿一股了。男女相穿。哦，加油！今年我们卡西诺多穿一点哦，好不好？带他们这个全世界赌场去作秀，有没有？每次跟我赛的时候，你都赢的啊！不，哦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再来一个，严谨，我们是阿布达比的空姐，阿布达比。哎呦，亲爱的，啊，素心很重。这个，你刚刚一咬，有没有感觉像不像你那个王八蛋前男友？哪一个？没事，等一下，我们节目要留下来，这一集太好笑了，好吧？谢谢。你穿的很像空姐。对呀、啊，那不就是国王室？对，身材又好，对不对哈？睡衣，这等一下还要喝的，谢谢你们来哈。还有一位，还有。但是那个800万已经给太牢弄走了，因为这个我们没机会了，是没有，还有没有机会了，谢谢。这个都还没有开奖的，我就拿来兑奖，好不好？兑中的话，全部拿来台湾做公益，好吧？经过我的手哈，很少没得奖的，每一张都扎到爆了，真的，对对对，讲话最好中了他几亿，全部拿来当做公益，好吧？那我们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靠自己赚钱啊！全部做公益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手上这边一不小心就是6亿哦！真的啊！有，帮你拿好。最好啊，如果有中，你再买2张没中的补上去。不会这样做公益啊！来，我想说，做的礼物。边，好，中间再一次，中间，再一次，好的，来中间，来，美丽小姐，谢谢，刚摸完了，好的，现在可以比二了啦，啊，爷，进了，啊，是，对，是，周年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请信哥跟 Sandy 带你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来宾，谢谢。好，来，麦我先帮你。没有麦会有那个不安全感。
好，小朋友打准备，开播四周年记者会，来这边，好，往前。四岁生日快乐！好，还有哪边有需求吗？来，中间在这，中间。瘦成这样，太瘦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中间这里有两面镜子。来，中间，中间，中间。好，倒数了，来。来，右手边再一次啊。好，右手边再一次，我们再轮一次，右边，来，右边。好，中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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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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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，谢谢，谢谢林哥，也谢谢 Sandy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开放我们的媒体联访。好，谢谢。每一条大街小巷，夹夹什么？